我们的国家的大事件，我们的这个是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，国内内部的这个是政治问题的调解，还有很多问题都要靠好好来做，把我们的凝聚的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中华民国不要死，现在是全世界了解中华民国真了不起的一个国家，2100万的老百姓，别的国家没有做到的，我们都做了。 亲父老兄弟姐妹们，现在。